主料大鱼200克，豆干100克，辅料泡椒、姜、葱、料酒、盐、生抽、鸡精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用餐人数1到2人。将豆干煎一下，起锅待用，起油锅猛火下鱼，将切成段的大鱼下锅煎至两面金黄，下豆干切成粒的红泡椒、姜丝一起下锅，加生抽、料酒、盐调味，添点水焖几分钟，大火收干汁液，起锅前加点葱花、鸡精使味道更好点。烹饪技巧，焖的时间不用太久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